六圈价位装机三套主流配置清单推荐。第一套采用的是10400F 处理器，搭配 RTX 2000 Super 的独立显卡。版优套装这边呢，高质量主板中华硕的 TUF 性价比是超高。金士顿的骇客8G目前也是优惠多多，买两根2666上个双通道。上述这套显示器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配上 2K 144Hz 之类的电竞显示器。另一套呢 AMD 3A 的组合套装的话，独立显卡使用的是标准的 RX 5700XT， 性能差不多等同于 i7 8700加上 RTX 2070。最后一套 3700X 加上 RTX 2060的搭配方式，这套配置比较适合对 CPU 性能需求比较高的用户选择，比如说是设计、渲染、剪辑等工作从事者。